离开那整个家。OK， 好。真正有啊，有影就去去遐足贵个啦。啊，这个中间无赚啦。啊，拄到有影要赚，伊才一点心。一罐米，讲较歹听，一罐米有人以前讲伊会啉是无算啥。你每当用一种侥幸的心态，对，我就是很多人用这种侥幸的心态开车伤你、结果导致就是阮是用的家破人亡。我们是用走的，我坦白点。我看那个财主单，哎、欸，执行官，我看财主单是用力气啊，重型机车。我拄只我讲啊未错，我原因我就是来要甲你报，吼、哦，就是我要甲你报，你一寡好人弄死。62岁李姓男子于2014年4月18日晚间在彰化市大埔路海产店与同事聚餐，结束后骑车返家，遇警方拦检，当场拒绝接受酒测，遭彰化监理站裁罚18万元，并吊销驾照。李男仅缴10000元后，竟摆烂拒缴，经彰化监理站移送保安部行政警署彰化分署强制执行。本分署查得李男名下有位处彰化市的一栋2层楼透天厝及3笔土地，市值超过700万元。李男于收到本分署催缴通知书之后，表示愿自缴3万元，其余欠款申请每月缴纳5000元，但于去年9月后未再续缴。书记官近日至其住家现场执行，催促其缴清剩余欠款11万元。李男对于遭裁罚心生不满。不断抱怨只喝一罐啤酒而已就要被罚18万元，认为警方只会找小市民麻烦，执法不公，手段过当，非常不甘愿。书记官听完李然发牢骚后，仍依法张贴封条查封透天厝。李然看到书记官坚持执法维护国家公权力的决心，才惊觉大事不妙，直呼喝一罐啤酒18万元好贵，请求暂缓拍卖，并表示会向亲友筹钱分期缴清。遵守交通规则是国民应尽的社会责任，切勿贪图一时畅快，牺牲了民众交通安全。本分署针对酒驾罚锾案件将持续强力执行，对于拒缴义务人依法采取扣押存款、薪资、查封动产或不动产，甚至限制出境或向法院申请具体管收等强制手段，以拒绝酒驾歪风，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。咱是讲五十公尺尔，伊先去甲你米在遐三角地带吼，米五个，米五，五只好多啊，这个五只好多啊，足少年个啦，他不是，对啊，哦，因为这个法律也没有放授权给警察看，是看情况去开，不是啦，因为就是规定18万，他这我今仔日啊在筹我租换啦，哦，我是非常我爱听。我趁早付款。那天啊，李姐，我跟你讲，阮这样看意思是讲吼，你这个法度法规，阮会当帮你来帮。其实也是给你一个警惕，让你知道你不要心存侥幸。对对对，你后摆你来讲你。